无人机技术发展源于军事，而在科技创新催生下，无人机开始走进民用大时代。除了航拍运输物品，农田上空也随时可见无人机身影，施肥喷洒农药样样行。12月8号星期五晚上9点半，深入无人机周边产业链，了解低空经济如何越飞越高。您也可以下载吞吞 App 收看节目。